哎呦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车哪儿弄来着？你猜我碰到谁了？谁？咱们班小时候那个班花。啊，九九。我跟你说，他请我吃饭，请我喝酒啊！哎呀，喝的有一点多的时候，他就开着车把我带到了一个荒山上，然后就开始脱衣服，说：“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”最后，我把他的车给开回来了。你做的对，是不是？我想起来了，娇娇那个身材我知道啊，她的衣服根本不够你穿。对，娇娇还在山上啊，在干嘛？哎，你等等，我上一次。